那鼻子，我鼻子咋着？我得罪你了。我这眼睛看到我不想看了。你这穿的啥？我发现你们天天挑我毛病。好啦，我不跟你们说了，点一下我是我做嗨翻天的月月。然后那个把那个爱心点一下。就再点一下关注，一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关注，把那个点一下，跳舞了，想跟你们说话。
想不通一个问题啊，人家又不是你媳妇儿，你管她长啥样呢？每次都研究人家长啥样长啥样，我爱着你了，我感谢光华哥。喜欢主播的话把关注点一下，电脑用户这个下面直播室通知我啊，勾一下，然后手机用户的话这上面红色小爱心，然后点一下，帮我把爱心点一下，我把爱心点一下，我帮你们出20个行不行？感谢，普通话不包准，因为重庆人说普通话就这样的。然后点一下我随我色嗨翻天的预约，然后我那芝麻赛的预约也点一下，我今天胃疼，跳不了那种快的，点一下这两个的预约。咱们要看快的下一次吧，今天主要是胃疼。重庆哪里的？重庆香咔咔的，知道吗？香咔咔。然后那个，接下来给大家跳第二个舞蹈啦。喜欢主播的话，记得点一下关注。
送刘小哥哥四杯热水，送的壁咚。一个个皮的很，习惯了。我兄弟来了是吧？兄弟你瘦了，没事，兄弟还能坚持。本来是个女的，活生生把我说个男的，我操！可以不开特效跳歌吗？可以啊，我最后一个舞蹈我就不开那个，两个人的啦。然后那个喜欢我的话点一下主播室通知，直播室通知不是主播，点一下1234567麦八麦的关注，电脑用户这个下面直播通知我，各位下，手机用户的话这上面红色小心点一下，兄弟店有点多，不兄弟今天吃了馒头全塞了，这辈子不说话真美。跳舞了，跳舞了，我不跟你们扯了。时间啦，拜拜。对了，还有时间，点一下关注。